玩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我带来了，赞，开关式花朵化妆台，想玩吗？现在我们一起玩吧。凯莉，哦，是批评坏小孩的露西亚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凯莉，发生大事了。哦，什么大事啊？不是，我有事要求你。哦，什么事情呀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变成人。哦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想变成人呢？是这样的，我路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的，真的很帅很帅。就是因为一个男的，你就想变成人？你可以喜欢动物吗？你可以喜欢动物的。不，我很想和那个男士约会，请把我变成人吧。哦，是吗？好像有些难哦。不，我已经听到了，你有开关式的花朵化妆台，可以把我变成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我该为你做些什么？难道给你介绍男朋友吗？等一下吧，我拿过来了。呦噜噜，擦擦，哇，这真的是很棒，可以变身吧？对，不过等等，他自己也要变身呢。走，咻，很酷吧？是不是很酷？里面有很多格子，咻，变。变身，喳喳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哇，可以摸一下吗？不可以，现在我要帮你变身了。如果你是人呢，不能有这么大的眼睛啊。难道把你的眼睛弄小些？首先，我给你擦口红。哎呦，太红了，嘴巴太红了。不行，我给你涂上眼影。眼睛上。画上了。你要像人一样穿上鞋子。再来，戴上发箍。哦，你的头太大了。哇，真像人。头发也梳梳，梳一下吧。吼吼吼吼吼。好像梳的是毛。好好，再给你戴上发卡，戴上发卡，漂亮的漂亮的，戴上发卡。最后是，脏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现在你喷上香水，你就变成真真正正的人啦！哇，快喷快喷，赶快给我喷啊！免费的吗？刚才我和你说好了，拉勾勾的说好了的，来，开始变身，一、二、三，变！哇，Lucy，你真的好美丽！我真的变身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看镜子吧。哇，我真的好美哦。哎，你以前总说你不漂亮。哟，现在你变得比凯莉还漂亮，嫉妒。哼，变得这么漂亮。凯莉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哦。但你去的话，应该对那个男的说什么？你不能说你是 Lucy 吧？
这样我帮你改一下名字。因为这是花朵化妆台，所以叫你花朵。非常好，那我现在可以去见那个男的吧？都问我吗？你就去呗，你就去吧，那别和我保证了，好好去见你的男朋友吧。好的，等我回来一定好好告诉你。不过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其实我也有一个喜欢的男生，如果看着你的话可以得到些建议。好，没问题，跟我来吧。走吧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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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。Lucy， 那个男的在哪里啊？对了，你不是 Lucy， 而是花朵了，我说错了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那儿。那个男的？哦，就是他，他很帅，是不是很帅呀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呀？难道你想和我打架吗？因为那个男的是我。是我喜欢的呀。说什么呀，那个男的是我先看上的。哪有什么这样的，你先看上的呀。哦，试试呀。你是动物呀。什么话呀，我是花朵。你什么时候是花朵？我忘记告诉你了，过了12点你再会变成动物的。你说什么呀，太过分了。爱情是残酷的。现在我要为那个男的作曲了，花朵儿，再见。哦，你好。哦，他是在对我说话吗？你好，我好害羞哦。哦，有时间喝杯茶吗？好，太好了。去哪里呀？我来付钱，我有很多钱。一起去吗？好，牵着手一起去。今天大家和我一起玩了开关式化妆台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。再见。哦，去哪儿了？我走了。